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我今天呢要来洗个头。为什么要洗个头呢？因为最近就是在家里收拾东西嘛，好多产品开了很久没用，然后就想说要就尽量的用一下。这一组东西在我手里挺久了，我用过几次，就觉得就是好像用不出什么大感觉。就这牌子，它有什么01234 0号，这个好像是一个什么护发的吧，护发的水，然后。用完它之后，用这个发膜都是在洗头之前用的啊。然后用完发膜之后再去洗头，然后那个洗发水的我已经用完了，也是没用出什么感觉。然后这个两个东西，因为每次都要在洗头发之前用，而且时间挺长的，我就一直没坚持。完了，它这个水吧，是这种尖嘴的，因为这个东西是涂在发尾的嘛，这种尖嘴的特别不好操作，所以我就把它全都倒到我这个一个喷瓶里面了。这一瓶以前是一个防烫喷雾的，但是其实已经过期了，剩了这么点儿，然后我就倒掉了。倒掉了之后灌了这个，因为它是喷头的，喷头操作会比较的方便，我是觉得。然后我就先把它这个发尾喷湿，就每一根头发都要喷到。哇，这个换了喷瓶，开挂了。之前我为什么不爱用的？为什么不爱用它？就是不好操作。怎么回事？那么老想咳嗽，以前不会的，喷湿。见鬼了！是不是这水雾喷嘴巴里去了？妈的，用呕了。这东西买还挺贵的，我得坚持把它用完。应该都湿了吧？像我平常胖子在家，我是没时间来弄这玩意儿的。最近我的发尾挺干枯的，一个是天冷了，还有一个就前阵子染了好几次头发了，已经。好，差不多了，然后就是让它吸收个一会儿，吸收个半个小时还是多久，再来上这个发膜。这发膜弄上去了也得过一个小时，就是你们知道周期特别的长。这个壶好用，我又去看了一下，说是10分钟就行了。然后现在上这个，别，不是吧，干巴了。这一步上完之后呢，就要时间久一点了，个把小时啊啥的都可以，反正都敷上去了，没事就多敷一会儿，修复修复。我上次用还是上次的，我都忘记我多久了，好像还是去年用的，不知道有没有过期，好像没过期吧。但是它这上面写的只要10分钟哎。多抹点，一次让它一次出效果。好，最后一坨，希望明天还我一个柔柔顺顺的发尾。信女在此许愿。哎呦嘿，哎呦，今天这脸都没洗，油光锃亮的。打完肉毒之后，就是你们看，这倍儿倍儿亮。Hey Siri，60分钟。这个都马上吃完了，然后今天我准备开这个，今天应该还能先吃喝个一杯里面的蚕豆，反正下一包就是这个，铺满的5号。然后我咖啡豆就有很多姐妹一直在催我，因为我看一下啊。因为我现在还有两种，就这两个我都没喝过，所以我想等这两个都喝了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这个算拖延症嘛？然后我家里已经攒了这么多咖啡豆的袋子了，不过我感觉我如果再不写的话，我都有点忘记了。加油喝，加油喝！先喝这一包，这一包很小，喝得很快，然后再开这一袋 Manner 的，喝个三五次，两三次吧，就能写咖啡豆合集了。再等等哈。
心都拉不出来。喝一口，好喝是蛮好喝的，就是拉不出花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拉出来这么个玩意儿。嗯，看有奶泡了。嗯，好喝。今天的豆是之前的，然后我怕不够嘛，我就倒了一点点那个铺满的，那明天我就全部用这个铺满的来喝喝看。哇，今天的真的很好喝哎，咖啡真的好喝，就是那种也不酸也不苦，也没有那种焦糊味，就整个就是醇香，好好喝。嗯，nice， 祝我早日拉出爱心。我想这一口已经想了好久了。这个肥汁米线我只买过一次，哎呀，今天感觉水烧多了。然后我自己在里面加了青菜，还有牛肉，然后这响铃卷，我之前买的时候，因为一个响铃卷不够吃嘛，我就买过别的牌子的放在里面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家响铃卷单独买有点贵。但是后来我买了几个牌子，感觉没有他们家自己的好吃哎。他那个醋包不能全放，全放就太酸了。哎呦，哎，放了一半还是有点酸。嗯，哎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好吃。放了超级多的青菜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我吃不下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已经硬撑下去很多了。今天这是我第一顿啊，现在都已经1点钟了，怎么回事？好撑，撑死了。哦，里面估计还有，就挺多的。我歇一会儿，不能浪费，歇一会儿再吃。哟，阿芳子，那个蚊子，这是小蚊子分泌。哟，跟我那个来洗洗。Thank you.
完蛋了，这些没出泡。哎呀，还不如，哎呀，还不如昨天，不对，还不如上次。哎，今天出泡了，但是气孔很大，可以拿勺子㧟掉一点，但是算了吧。又是没有爱心的一天，气死人了，气死人了！本来想忍一忍，可能到快过年之前染的，因为今年过年好像很早，1月份对吧？就是熬个一两个月，但是实在熬不住了，这个发色太丑了，就是泡沫染发剂就是这样掉得很快。嗯，现在手头还有最后一盒囤货，然后用完之后又想把它染稍微深一点的颜色，然后这样子就不容易掉那么快。今天要染的是这个颜色，这是我上次看毛毛在视频里面发的，他说这个颜色染出来挺好看的，但是因为我跟他的底色不一样，我不知道染出来跟他的效果一不一样啊，因为我看他就是出来的颜色也是带点这种绿绿的冷色调，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冷色调嘛，我想说来试一下。如果按照我现在的发色染出来，就是这个还蛮浅的那种，有点灰绿的感觉。哎呦，我老是在抠脸，我就有这个习惯不好，我经常喜欢抠我的脸。我刚刚只是刷了个牙下去做了个核酸，脸都没洗。然后昨天晚上本来应该要洗头的，很油嘛。然后我想着今天要染头发，因为昨天太晚了来不及，所以晚上就没洗头，刚好让它多出点油保护一下头皮。然后就染这个吧。我去，这混出来的这个颜色超级的浅。是我目前用过的颜色最亮、最浅的一个颜色，不知道染出来啥样。而且我现在就是头发有点长，我可能这一瓶都不够，因为我上次9月份染的时候，我那个头发的长度就已经就正正好，不多不少。然后我这次又只买了一瓶，长了2个月，头发又长长很多，就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全部抹上了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哎呀，太少了，我这现在的长度要用1盒半。一瓶半，两瓶的有点太多，现在感觉就是后面后脑勺，反正就是泡沫不够丰富，不知道有没有全部抹到，估计是危险，因为我头发看上去少，其实我头发是因为细软，但我那个头发真的很多，唉，一盒都不够。我看毛毛说他视频里面这么长的头发，一盒刚刚好，我的头发才到这儿，哎呀，就这么地吧，好。做早饭吃。我染完了，洗了头。哎呀，视频里面看着还行，是吧？但是确实可能就是量有点少的关系啊，不是特别均匀。不过绿色还蛮明显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跟我上次染的那个颜色差不多哎，我觉得区别不大，感觉还是上次那个颜色更加显白一点。哎，我头发好长嘞。我最近有点不想剪了，就稍微留长一点，留到就锁骨发吧，就锁骨这里。现在这长度也还行，但是呢，就是有的时候要扎高马尾啊什么的，就扎不起来，稍微再留长一点到这里。因为有的时候干活啊什么的，还是把头发扎起来比较的方便一点，扎不起来也挺费事儿。但是我这留头发都是一阵一阵的，没准就哪一天实在受不了了，就又去把它剪短了。因为我很久没有留锁骨发了，之前一直都是这种齐耳的。就稍微变变吧，因为那个发型也很多年了，稍微留长一点，好，还行吧，是吧？哎，不过这个好臭哦，这一盒特别的臭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因为这一盒好像是新品，不知道配方有没有改还是什么。之前的也臭，也有点辣眼睛，但是可能前个两三分钟会稍微有点难受，之后就好了。这一盒的话，我真的是从头到尾就整个人快熏死了，然后现在闻上去味道也超级的重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还是我买到假货了，还是咋的？还是配方有变化？下一次如果我要把头发染深的话，我应该会买欧莱雅，因为欧莱雅的颜色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那一种。然后花王的颜色呢，它会比较的亮一点，就是浅一点。欧莱雅的就是偏深色系比较多，但是我觉得欧莱雅的掉色比花王的要好很多。不过它就是颜色没有特别多的选择，估计下次染就是快过年之前了吧。好，我现在呢要剪个视频。然后稍微剪一会儿了之后，我要去逛个街。我最近特别爱吃这个盒饭，然后我前阵子经常吃的那家，现在就那个饭每天都是硬邦邦的，然后越来越贵，还涨价了。我就换了一家，今天吃的是这个兰亭轩的，
它这个菜超量超级的多，也是糖醋排骨，但是它就是只有两个菜，两个蔬菜，一个是这个青菜，一个是四季豆，都是我爱吃的。那它量真的很多哎，跟我前阵子吃的那个 Costco 的那个三小格里面的菜简直了。然后这个是送的汤，送的还是排骨冬瓜吧，好像里面有一块排骨，我刚才看到里面有一块，你看还排骨汤，至少不是那个涮锅水的汤。然后这是我点的一个红豆沙丸子，这只要1块钱，我特别爱吃这个东西，今天这一顿不错，而且价钱的话这个还更加的实惠一点。然后我现在在追这个叫什么唐朝诡事录，已经是最后一集了，好看好看好看，推荐。这个饭很软糯，好吃。它已到局限，给别人做先行观选。这菜就是好绿啊！可就我陪约你就饿了，还有好多点子，朋友们帮衬着。肥肉，你们回吧，还是先多问一句。这个应该有续集吧？其实那些人喝过长安红茶，我并不在意。只是在朝廷之中，这个先去逛个街看双鞋，然后到我姐那边去给我爸妈拿他们那个，就是那个叫什么糖尿病啊，那个什么药，反正每次都是让我姐弄的，然后顺便给我姐送一箱水果去，前阵子买的那苹果挺好吃的。对，就这样吃个糖。开窗，听音乐啊，一套活。You know, young rich niggas. You know, so we really never had no old money. 到家了，嘿嘿，给你们看啊，我买的鞋，纠结死了。我本来想在网上买的，我一直以为就是店里不会有货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今天我就想说去看看吧，一看。奶奶热门款我们这都有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买了三双，两双1906，其实我试穿了之后，我觉得上脚之后1906比2002就是更加好看，因为它也是2002的升级嘛，然后价钱又是一样的，而且这双鞋穿着更轻，然后那个柜姐说网面呢比2002加厚了一点，2002就是特别的薄。然后这一双颜色其实我昨天已经在那个它的小程序上看了，这双已经是大段码，但是我们这有我的码，我平常穿3637，这双我穿的是37，然后这个颜色有货，我肯定是要安排，是吧？然后我就纠结这一双，其实这双颜色我也很喜欢，小程序上是有货的，而且小程序就是新会员啊什么的还可以减100块钱。然后我就问那个柜姐，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打折，刚好我们这边有商场的券，他们就是专柜是不打折，但是商场有给我发券，然后我三双鞋每一双都扣了100块，等于说一共总共便宜了300块钱。这一双呢我没有买我的码，这一双我买的是40码，我先给老崔或试一下，如果他能穿的话就给他穿。其实我是想给胖子买的，但是胖子现在的码数有点就是确定不了，他现在平常是穿38，但是这个鞋子显小嘛，所以我就想本来想拿39，后来我又想，因为他这个网状的再过一段时间穿就太冷了，如果我要放到明年给他穿的话估计就得40，所以我就拿了一双40让他们俩试一下，看看老崔喜不喜欢，他如果喜欢他能穿的话就是给他穿，胖子就再说吧。小程序上我还有一张100的券嘛，如果要买的话小程序上这个颜色也是有货的。然后还有这一双就是2002还有另外一个浅的灰色，就是那个正常版是2002RC 吧，但是我想买的颜色是2002RA， 就是中灰色吧，它那边没有。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一双特别版，就是它有点像这种拼布的一个设计，其实我蛮喜欢的，它有点像那个，它这个设计有点像那个 A 的，我蛮喜欢的一个就是潮牌，它有很多这一种贴布啊、做旧啊、拉破的这种元素，我一直挺喜欢的。然后这一双其实上脚没有1906这么的好看，它有点显胖的，显脚粗，但是这双网上也断货了，我是正价买的，人家都是加价买的，所以我就想说好吧，拿下吧，成年人就不做选择的，就是这样。兄弟们，我要去剪头发了，太长了难受，怎么办呢，留不长头发了，稍微剪短一点，要不要剪，梳一下头，每天都是这么的纠结，感觉不剪不也还行。哎呦妈呀，差点坐上机差点殒命了，是有点长了哈。
又想剪又不想剪的，哎，咋整？谁跟我一样薅下来的头发就扔马桶里，反正就是哪个劲扔哪里，马桶里的劲就扔马桶里，站在那个淋浴房那边就扔淋浴房那边，反正不能扔水池里，水池特别容易堵。要不要剪啊？好纠结呀，要不要剪呀？感觉还是短了神气一些，长了娘们唧唧的，我都不知道以前那个头发怎么能留到这么长，感觉不喜欢自己娘们唧唧的。但是有的时候扎头发的时候太短就真的挺无语的，不过我脖子短，我留太长头发真的不好看，我觉得显脖子短。哎呀，先去吧，剪到这儿差不多，剪到这儿。好纠结，真的好纠结。羊咩咩，咩嘿嘿嘿嘿嘿。娘咩咩，马了个名了。记得做样去整个发脏器，搿大出来认不得。啊，鸭子啊，鹅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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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，叫什么鸭？嘎嘎嘎嘎嘎嘎嘎。哟，声音那么个嘛，不会叫嘎。它不怎么会叫嘛，它叫在喉咙里面的嘛，感觉。这个啊，有品种的吧？估计也有啊。哎呦，好伤的去了！哦，跟赛级犬一样的那种。你八千一万六，他听得懂人话吗？怎么可能？好久没来了，已经。那边也有一个帐篷哈，满林的。都已经弄好了，煮茶、嗑瓜子儿、吃柿子。我这个是给他听一听看，像妇女吗？软的里面软的，拉丝了。真的假的？这样，拜，拜拜拜拜啊拜啊拜。嗯，我给孩子指你的，扔进去。Thank you。来，铁铁们，我终于下决心要把本期 vlog 给剪出来了。这个真的是有没有快一两个月的一期 vlog 啊？反正最近我基本上都没有在拍，就感觉很放松，因为我好像近个一年经常在讲类似的话，可能就是因为我拍的时间太长了，我自己都感觉到有点疲劳，还有一个就是每天的生活都差不多，我就觉得会不会看腻，或者说拍这个 vlog 有没有什么意义，就我经常会想这样的问题，再加上最近两年各大平台就是一点儿粉都不涨，而且什么平常那种什么点赞啊观看量也不是特别的高，所以就对我整个人的信心是一定程度的打击，就觉得这件事情做跟不做没什么区别，根本没人在乎，就是我就弄不明白为什么，就既然大家爱看你的视频，就是有些人经常说啊，爸爸好喜欢你的视频，好怎么样好怎么样，但是你一看连个赞都不点，我就觉得没意思没劲，你懂吗？就是今天又有点散播负能量了。反正我近个一年就是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，然后拍 vlog 也是没有那么的有激情，最近让自己休息了这么快一两个月，就感觉稍微好一点，再加上我平时会在家拍一些什么短视频啊什么的那一种，就有点缓过来。然后本期视频结尾呢，我就想分享一下这两天买的东西吧，我都已经拆开了，然后就最近也买了挺多东西的，就也是懒得拍，拿到什么说什么。首先是这个，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长视频的，因为我这人比较啰嗦，然后呢又喜欢把事情讲清楚，就是前因后果。短视频的话，如果你让我拍那种讲话的主题，真的不适合我，我觉得就是真的不够说，是时长太短了。长视频的话，我就是什么都能说清楚，可能也是因为我时长太长了吧。现在一般人家那种说什么十分钟的就算是长视频了，我的天哪！我想我每个视频都起码半个小时以上，可能这也是我的视频不怎么被平台推荐的原因，太长了，根本没人看得完。先说这个连咖啡，因为我最近家里囤的一些胶囊快过期了，我都有在消耗，然后我就发现我前阵子薅的羊毛，就是他们家这个就是黄色盖子的这一款，我觉得很好喝。然后我刚好看到阿斗上面就是有羊毛，它是零期的，到明年二三月份过期吧，但我觉得不是问题。这个一共你知道每天一杯，一共也就四杯6.9块，我就立马就薅了这个羊毛。正当我洋洋得意之时，快递到了，但是被快递小哥，因为他包装袋很小，他掉在地上没在意，就被他的车轱辘给压过去，压到那个粉就是
根本没法喝，我真的很生气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就觉得自己的好运气都被他压没了，你懂吗？你们知道薅到羊毛的那种兴奋的感觉吗？然后我就去找客服说明了这个问题，客服说要不就把钱退给你吧，我说我不要钱，6.9哎，是这6.9，我说我只想要咖啡，然后他们家客服就特别的好，他说好的，那我们帮你补记啊。我觉得是太开心了，这个就是帮我补剂的，就这个盖子的特别的醇香，然后配燕麦奶什么的挺好喝的，就四个啊，连咖啡万岁。接下来是我买的这个，黑芝麻，应该是对的吧？黑豆豆浆吧，应该是。我家里有那种普通的豆浆，然后我每次喝的时候，我都喜欢就是黑豆浆跟白豆浆混在一起喝，一个是这样子更加好冲泡，白豆浆很容易结块，这个加在一起之后就是一冲就开，然后黑色嘛，多补黑色类的东西啊。现在又是冬天了，早上就喜欢喝点这种热乎乎的东西，买了两袋，然后他这边还给我送了无糖的黑芝麻丸儿，哟，里面还是这种单独包装的，哦，好香。没有很甜，你能吃得出来它的东西很扎实。还有啥？还有买的这个超亚的蒸汽眼罩，家里蒸汽眼罩已经没有囤货了，这个是在优先上面买的，这牌子没用过，不知道好不好用。我买的是这种小王子系列的，等我来试试看。我现在一般都是用名创优品或者是甄士明的，甄士明看看双十二佳琦卖不卖，卖的话我再囤一点。这个是我买了三个牙刷头，这个牙刷头呢，它就是适配飞利浦的牙刷头。我一直想说把那个飞利浦的用坏了之后，我就换国产的电动牙刷了。但是它就是有的时候好，有的时候坏。前阵子我以为它坏了，因为它充不进电，但是后来又充了一次，又充进去了。然后把家里的牙刷头呢又消耗掉了，但是它的牙刷头又特别的贵，三个好像要100多，我觉得不划算。我就在网上找了这种适配的，但是呢价格很便宜的这种牙刷头，三个也才20-30的样子吧。估计刷毛肯定没有原装的好，而且这刷毛很软，就看得出来那个材质都不一样，就先用了试试看吧，反正我就现在就等着它坏掉。它这边还送了两个支架，就是可以贴在墙上然后放电动牙刷，这暂时用不着，因为我家买了那个架子。然后这边是薅的，也是优先薅的威露士的洗衣凝珠，这个牌子没用过，所以我就想试试。其实我们家里这种凝珠有好多，估计要用到明年年中的样子吧，因为还有洗衣液啦、洗衣凝珠啊什么混着用，就长这样子，味道不是特别，凑着闻还可以，但是它有点像那种老奶奶的头油，就是那种发油的那种味道。那这里又一颗，总共是7颗，那试试看，如果用着好的话，下次就可以买正装。接下来是给胖子买了2件棉服。我们这虽然说过两天要降温，但是好像也就降个那么2-3天，然后温度又上去了，我都不知道买这么多棉服今年感觉不会特别冷。一件是这样子的，这是棉袄，不是羽绒服啊，军绿色的，里面穿个帽衫啊什么的，他的衣服你们看我都能穿，里面穿个连帽的卫衣就很好看，对吧？这件厚度也还不错。然后还有一件，一会儿回来让他试试，但是我感觉应该没问题，我儿子穿了肯定帅。还有一件是这种的，有点像冲锋衣一样的感觉，但也是棉袄，颜色拼的还不错，再来套一下。不过它这个颜色跟我图上看的还是有点区别，它是比较暗的那一种黄色，就这个颜色有点说不上来，你说它脏吧也不是很脏。他的衣服我都能穿，我跟你讲，这件也蛮好看的，这件也很帅，但是拉链我可能就拉不上了，拉试试看。老崔就是胖了点，不然这两年他就能继承我们家胖子的衣服了，再过两年我们家老崔突然就穿得特别时髦，那就是他可以穿他儿子的衣服了。这也好看吧，这样感觉女生穿都蛮好看的耶。它也是棉袄，不是羽绒服，但是我们这过冬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就里面再加个卫衣啊啥的。怎么没口袋了？口袋在这里，这样的，哇塞，这口袋，这样的，这
插在胸上还是插在、这样。我穿还是有点紧啊，他穿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一会儿让他回来试试。还蛮好看，这件我也蛮喜欢的。戴个帽子，冬天衣服上戴个帽子还是蛮有必要的，小朋友。然后这边是我还是双十一买的那个牛仔裤，到现在才给我发过来。这一家是我第一次买，也是淘宝上一个大店，一下子想不起来名字了。我操，这味道臭的要死，就是这股药水味儿，比我上次买的这么多条牛仔裤都要臭。我穿了一下，这裤型也一般，它的裤子料子是那种很硬挺的这种牛仔裤，就是很普通的一条纯的直筒裤，这个下面是一点收都没有的。像我们这种腿短的人不能穿特别标准的直筒，感觉还有点小喇叭的样子出去的，就是特别显腿短。等了这么久，哎，退了吧。哎呀，好了，本期 vlog 就到此结束啦，希望我们很快下个 vlog 再见，拜拜。